大家好啊！今日带大家翻嚟到 Manchester 去睇一间 M 十十八嘅两房 flat， 咁业主嘅开价咧系80,000磅嚟嘅啫，系一间 leasehold land 嚟嘅。咁点解会介绍呢个楼盘俾大家呢？因为呢个楼盘咧喺 Manchester 嚟讲咧，80,000磅咧系连100,000磅都唔使哦，而且咧佢系一个单层嘅单位啦，即系得 ground floor 啦。咁如果你系一个小家庭啊，或者系有长者屋企啊，或者系有啲行动不便嘅咧，咁呢间屋咧就啱晒你哋啦。随着 Lion 哥团队喺英国业务嘅扩充咧，而家公开招聘 Birmingham、Reading、Milton Keynes、伦敦、Bristol 同埋蘇格蘭嘅兼職嘅職位，有意者咧可以跟我哋聯絡嘅，聯絡嘅 WhatsApp 號碼咧就係+44 794 6633 168嘅。大家好啊，我係拉仁哥，我 YouTube 頻道咧主要同大家分享英國嘅樓盤同埋移民英國嘅資訊，有時咧亦會分享一下香港嘅樓市同埋呢個時事新聞嘅、哦。如果大家見到有廣告，請幫手睇埋佢啊！請幫手訂閱及分享俾朋友，仲要按埋旁邊個鐘仔啊！咁啊，一有新片嘅時候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到俾大家噶啦。我已经送出咗移民英国电子书嘅第一册，第一册嘅内容咧就由你计划移民去英国，写到入境英国为止嘅。如果大家仲未有嘅，可以加我 WhatsApp 群组攞嘅 ，WhatsApp 嘅号码就系+44 794 6633 168嘅。而移民英国电子书嘅第二册咧，本来打算喺10,000个订阅嗰阵时就会送出嘅，但系咧因为近期嘅工作比较繁忙啊，加上最近订阅人数升得好快，因为本来咧我都一个月只有得几百个订阅嘅增长嘅啫。但系由上个月咧，突然间咧一个月增长咗2,000+个订阅啦，所以个订阅突然间快增长咧，我都失咗预算嘅。咁我喺百忙之中，我都抽时间整理紧本第二册嘅电子书噶啦，希望大家就耐心等候。最近英国嘅楼市咧就好炽热啦，好多时楼盘喺拍咗片几日之后咧，已经系卖出咗噶啦。而我哋每日出喺 YouTube 上边嘅楼盘片咧，已经系一个星期前拍噶啦，所以经常会出现咧有买家查询嘅时候咧，其实呢个楼盘已经系售出咗噶。为咗解决呢个问题咧，我就建立咗一个巴友嘅群发群组，叫做拉人哥嘅英国楼盘速递。将我哋拍好嘅楼盘咧，就第一时间咧就俾我哋潜在买家。大家可以加入呢个 WhatsApp 群组噶 ，WhatsApp 号码就系+44 794 6633 168嘅。咁佢附近嘅下望咧，亦都非常之唔错嘅。喺0.4 miles 以内咧，就有两间 good 嘅学校啦，同埋两间 outstanding 嘅学校。好啦，我哋嚟睇下 floor plan 先。咁由地下行入去啦，咁左右两边咧已经有摆嘢嘅位置啦。咁行入少少啦，就有两间睡房啦，再行入啲咧就有客厅啦、厨房啦同埋浴室嘅。咁浴室咧里面咧系用浴缸嘅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去片就睇下啦。好，咁啊，今日咧嚟到曼城啦。咁啊，我觉得呢个都几值得睇嘅，因为咧就系80,000磅啫。系啦，80,000磅。咁佢咧呢个咧就系地下嘅物业嚟嘅啫。咁啊，一间主人房啦，系啦。咁啊，点解咁平咧？所以我特登安排嚟睇啦。咁啊，好明显系一间房间啦。OK， 跟住咧就系、是、洗手间。好，咁佢即热升热水炉嘅。咁啊，瓷砖上顶啦。咁啊，少少維修咯，老實講都要係啦。好，慢慢行啊，跟住咧就係、是、第二間房啦。咁佢呢個係兩房嘅物業嚟嘅，係啦。OK， 咁樣啦。咁其實我覺得就執嗰啲油都 OK 嘅。跟住咧，咁佢嗰個廚房啦，係斜咗少少，好呢度。咁佢出面有個花園啦，係啦，都唔細啊花園其實都 ，OK， 跟住咧就係嗰個 living room 啦，就係、是、咁樣 ，OK， 咁啊呢個80,000磅嘅物業，咁啊所以特登嚟睇下咯，佢就係關科一層嘅啫。好，咁啊依家我影一影外邊啊，好，咁啊嗰個物業咧就個嗰個前院啦，係啦呢個位置。跟住咧，佢咧隔離有個單位嘅，咁佢呢啲咧係拆契嚟嘅。跟住咧就影一影佢嗰條街出面啦。咁啊係咁嘅情況嘅，係啦，排屋排屋排屋，跟住咧就係、是、後面街咁樣咯。係啦，哇！今日天氣好正啊，好難得。好就係、是、咁樣啦。OK， 好有啲咩幫手出聲 ，thank you。如果大家对这个楼盘有兴趣，可以 WhatsApp 联络我们的。
我哋嘅 WhatsApp 号码就系+44 794 663 168。有关点样申请呢、这个BNO Visa 咧，其实我都出咗几条片噶啦。咁其实咧真系好简单嘅，其实大家跟我啲片或者未必跟我嘅，咁你其实上 YouTube 咧，去其他嘅 YouTuber 揾咧，其实都可以自己搞得到嘅。咁有啲观众咧，佢就同我讲啦，真系佢哋连英文都唔识嘅，咁就好难做个申请嘅。咁呢度咧，我唯有咧即系我就揾香港嘅员工就同大家去处理啦。处理呢度咧，我哋会收翻少少服务费嘅。但我重新强调，大家真系唔使俾钱我呢边赚咯，因为其实你睇我啲片或者睇其他 YouTube 拍啲片咧，真系可以自己处理到嘅。咁我喺呢度祝大家觉得嚟英国就事事顺利啦，生活愉快。大家好啊，我系兰哥。我的 YouTube 频道咧，主要同大家分享英国嘅楼盘同埋移民英国嘅资讯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嘅片嘅话，请俾个 like 我啊，请帮手订阅及分享俾朋友，仲要按埋旁边嘅钟仔啊，咁有新片嘅时候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到俾大家噶啦。请帮手 follow 埋我 Facebook 同埋 IG account 啦，拜拜。